小猪佩奇和好朋友们跟着兔小姐来到女王的城堡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，用红色涂小猪佩奇的衣服。用浅黄色涂兔小姐的头部和衣服。用黑色涂拉布拉多犬先生的帽子。用浅黄色涂拉布拉多犬先生的头部。用红色和黑色涂衣服。用灰色和紫色涂地面。
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